电视剧《风雨送春归》中王丽可饰演的林妙雪堪称高端玩家呀，三言两语卖几分柔情就把洛家拿下了。洛家对林妙雪是唯命是从，什么假话从林妙雪那里说出来，洛家都是深信不疑。最新的剧情里，明明发现了林妙雪那么多可疑的证据，可是洛家呢？我都被他的愚蠢感动哭了，他简直是把脑子扔了，顶着一个空壳活着的人，除了当舔狗，他是一无是处。幸好他不当老师了，不然要带歪多少学生。首先，《风雨送春归》中陈龙氏饰演的周强最近一直调查林妙雪吗？就查到了他二哥林妙林的头上，周强发现林妙林的工程队友猫腻。这个过程只是第一次的时候，洛家因为办手续问题耽搁了，没有参与，但是后面他是参与的。已知的是，《风雨送春归》中林妙林的工程队得到了于仲军的特殊关照，平时为人跋扈，乱改工程图，拖欠工资的事情时有发生。你洛家就不想想，于仲军是什么人，林妙林又是什么人，二者为何会有交集，于仲军凭什么替林妙林撑腰？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会想到，和林妙雪在一起的不是赵达生，而是于仲军。可是《风雨送春归》中洛家是个情种啊，只有林妙雪说的才是真的，是赵达生骚扰他，那就是赵达生，和于仲军没关系。至于为何于仲军帮林妙雪的二哥呢，那只能是巧合，洛家就是这么安慰自己的。更搞笑的就是，估计当时洛家还不停对自己说，林妙雪是林妙雪，林妙林是林妙林，这个时候就分得很开了，反正自己的女生林妙雪是绝对不可能骗她的。后来洛家调查林妙雪的账户，查到了那辆车，就是林妙雪过户给杨建民的车，16万的价格，明显不合理。洛家没有告诉赵达生，自己把这件事压下来了，还打电话向林妙雪求证，林妙雪临时编谎，说这是赵达生搞的，自己被利用了，而且希望洛家别说出去，以免自己被陷害。好吗？洛家就听了，一个听话的乖乖。他的愚蠢真是把人逗笑了，我已经被他的痴情感动哭了。你洛家也不想想，那么多客观的证据你不信，偏偏信林妙雪的一面之词，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，还沉浸其中，不亦乐乎。要是他有点脑子，他都会顺着杨建民这套线索查下去，不论林妙雪说的是不是真的，要是真的，他不就可以查清楚，作为对付赵达生的证据吗？如果是假的，他是不是该想想，这个林妙雪为何要欺骗自己？总之他要查杨建民，可是《风雨送春归》中他直接不查了，把这件事压下去，就完事了。而且有意思的是，这次通话，他都没勇气问林妙雪，有关林妙林的事情，于仲军凭你什么帮林妙林？林妙雪能一下子编出瞎话吗？他不是忘了问，估计是不敢问吧，毕竟他一直躲避林妙雪欺骗他的事实。洛家这个人办事没什么道德原则，他就遵循一条，林妙雪说啥是啥，这辈子非林妙雪不娶啊，连林妙雪到底是什么人都不知道。如今他就是一舔狗，而且是天生的舔狗，林妙雪利用他压榨他的价值，付出了什么代价吗？仅仅是一个不轻不重的拥抱而已。他是真不长脑子，如果赵达生真的像林妙雪说的那样，那么洛家凭什么认为赵达生会录用你洛家呀？扎一查洛家和林妙雪的关系很难吗？这样的人，林妙雪在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前提下，洛家则愿意为他而死，不求任何回报，死都不怕，违法犯罪也不是问题了。这不就是一个天生的舔狗吗？面对林妙雪，他一直就是跪着祈求着的人。雷霆与陆剧是天恩，这是他对林妙雪的卑微之处，但也不想同情他，有啥好同情的，他乐意啊。有句话说得好，狗吃屎的时候你别阻止他，不然他会以为你想抢他的屎吃。洛家这样的人只能用无可救药来形容，自我感动得不得了，以为自己为了爱情付出很多，算个男人，实际上就是一个笑话。